来点起来，好，现在再看一下有没有，有没有？还是有一点点感觉是，感觉上啊，那让你安心说没有。这样手表跟钟哦的机密就是说，当你真的看到间隙的时候，已经太大了。哦，你在显微镜下看，它就是真的是 over 而过，它刚刚好就是这样 over。手表最高的技术就是说，你用肉眼看是真的是碰到，但你在显微镜下看哦，是就是那么一点点。所有的组装，所有的齿轮，在那么超薄的世界里面，都是这样子过的。这样子哈。所以修表就是在这里的地方比较要注意的地方了。哦，来这样子感觉呢？哦，这个开了很多。哦，那就好了，那你放心一下。开了很多，来，我们看这里，这两根针有没有重叠到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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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是。那我们再让它开一点好了，比较安心了。好，不然我回台北了。哦，对对，好，这样子好，来。那我们今天呢？我们今天就 test 到这里。我们从这里开始。可以绕转了。没关系，这一点没关系。我们从这里开始走。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让他走一段时间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 test 一段时间。